14中低杆，青苔了啊！这回不扒了，咱肯定不扒了。昨天那个评论区还是比较消停的。今天啊，这视频谁扒了是只狗？好吧，那这么说了，评论区如果说还有说我是自己寻思去吧。高杆调15。 15走不到位，那就打12吧。最后8号是难点啊，看15的角度不要太大，刚好过14的这个位置。那现在8号走哪带呢？这个球3号很关键，一定要顶到3。没有顶正啊，但是这球8号球咱用准度给它弥补一下子，一准无难事嘛。